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边，马上就到。好。会有什么惊喜呢？再往前，来。好。哇，这里好大，好漂亮啊！这是给你的新婚礼物。我以为你会跟爸妈一样，也反对我的。你的婚姻，哥哥的意见没用。不过你的嫁妆，一定要风风光光的。哥，这么巧，曼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次多亏曼青小姐了，青青的房产才没有被抵押拍卖。顾总太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而已。对了，曼青小姐怎么会来这里？啊，我正好路过，想过来确认一下这个房子是否已经物归原主。什么时候有空，赏脸让我请你吃个饭。好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去见顾启言了？裴总跟踪我了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打顾氏的主意？裴总对顾氏的欲望应该要比我更加强烈，被我说中了。口红掉了，我要补妆。如果没有我，想要得到顾氏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。那你接近顾启言，是不是为了刺激柳妍妍？很明显，柳妍妍暗恋顾启言，她也是阻止季安阳报警的那个人，我很难不怀疑她。那你有没有怀疑他背后的人？顾启言？不可能，他是我哥。他是顾青青的哥哥，不是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下一个目标都会是柳妍妍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柳妍妍她的父母哪儿去了吗？她父亲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，在四处躲债，所以你找不到她。可我有他们的消息。那裴总开个条件吧，离顾启言远点儿。来，媳妇儿，人呢？不是这儿啊？这不都是镜子吗？这里的门呢？门呢，在这儿。我从这儿来的。对，这咋还有个葫芦？哎，你好，二位，什么事？哎，我们这边还没营业呢。我女儿在这儿当老板呢。老板不在。老板不在。
救救！不是，你不能进，不是，警长，警长，我说把咱女儿当老板了，还得是你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？你说你现在都过成这么好了，那我跟你妈能不来吗？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可不容易了，满身都是汗呐。哎，女儿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你不能一声不吭你就玩失踪啊，你让你妈我俩多伤心呢，尤其你妈呀，啊，一晚上睡不着觉，那头发一把一把掉啊。是啊，美娇，你要走，你要和妈妈说一声啊。看你瘦的，都脱相了。这包多少钱？别拿我东西，美娇，你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，你这么说话多伤我心呢。是啊，这没钱呢。哎，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把你们那个最贵的那个酒给我倒一杯。你说这值不值400呀？啊？我可听说这地儿不是他的。水呀、啊！你猜，如果他和季安阳知道一切都是你干的，会后悔背叛你吗？不用急，现在只是开始。我会让他后悔的。哎，这儿呢。哎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儿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你说我们能不来吗？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你在哪儿我们就得来呀。你怎么老年你妈跟我走啊？对呀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你这。娇。娇。哎，娇，你听我说。松开。你们来找我无非就是想要钱。说吧，要多少？娇。答应给爸爸还账了，到底还欠多少钱？400万，不多。400万，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？不用你找，不用。哎呀，你们看什么呀？没见过爹跟女儿说话呀？我的娇啊！娇，爸只求你，帮爸办一件事情。你要答应了，爸爸立马走人。再也不烦你了。什么事？爸爸有个朋友想请你吃顿饭，你如果答应了，他就把爸爸欠的那笔钱一笔勾销，从此再也不要了。事成之后再也不烦你了。你还想再卖我一次？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。看在你闺女水灵，就多给点儿啊！哎，谢谢陈老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去吧。那个娇，陈老板是我好朋友，你好好陪陪人啊！我就先走了。爸！爸！陈老板！哎，哎嘿嘿嘿。哎，怎么是这个陈老板啊？不行，他会玩死我的。娇，陈老板来都来了，怎么也得吃个饭呢。真的只是吃顿饭吗？你们想干什么我不知道吗？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们去，放我走吧。哎，娇，爸爸把人家钱都收了，你说你现在要走，爸爸会倒霉的。你去救救爸爸啊。不行，我借钱，我还有水晶，我可以把水晶卖了。美娇，他是你爸，你不救他谁救他？不行，我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是人，我禽兽不如，我就是个牲口，我连我自己的女儿我都
我是人吗？我，孩子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跟陈老板说，让他赶紧滚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别怕，来，喝口果汁缓一缓。Thank you.